炒粉条子炖到什么程度，它汤都不带粘汤的，这是正经玩意儿，兄弟们，它市场当然比不了。嗯，快乖姐妹啊，千万别再上当受骗了，不要再骗别家19.9啊给咱发5斤的红薯粉条了。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它是朝阳6+4的啊，它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呢咱就拍宽粉啊，咱如果喜欢细的话咱就拍细的。并且呢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啊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啊，不含木薯粉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您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啊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。好的红薯粉呢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啊，品质呢绝对嘎好。像咱平常呢炖个小鸡了，炖个鱼了，炖个肉了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拌个凉菜了啊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香。而且呢它煮在锅里啊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啊，平常呢咱炒个酸菜粉，炒个芹菜粉都是嘎下饭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款红薯粉条。因为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不含烂马细刀的成分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是老奶奶飞檐走壁啊，不服都不行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啊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老弟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，宽粉细粉可以选择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个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16.9啊给咱包邮5斤的话，咱赶紧圈盘。